各位观众，你们好！又到了易经纵横的时间。今天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我自己过去那个担任联合圣经公会的那个翻译顾问的工作的一些经验。那么，我有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在那个10多年前呢。参与这个和本圣经的修订，我甚至主要是要去那个监督主导这个修订这个和本圣经这个重要的那个事工。那么，当这个和本修订本呢推出呢，我上次提到呢，当然有一些读者呢，他们呢有一些意见。那其实我们在那个修订和本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考虑到一些老信徒一些老的读者，他们都是熟读这个经文的，他们对那个和本圣经的经文有感情。应该是不愿意看到经文有什么的改动。那么这些老的信徒这些既有的读者，他们的不满，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执着，甚至是抗拒呢，是可以理喻的、谅解的。但是我们在那个修订和本。而且把它推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针对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的需要，是要特别迎合这些读者群他们的需要，这些读者群就是不单单是年轻的一代，还有一些就是新的信徒和一些非信徒，就是一些慕道友，他们。可能是第一次阅读圣经的，那当然要给一个中文是比较清楚、容易明白的经文给他们阅读。所以我们在修订旧有的那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群读者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给旧的和本的那个经文的某一些用词或者是名句所用，就是限制，我们不得不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而单单要迎合老信徒的他们的诉求和他们的坚持，一成不变的。假如这样子的话呢，结果我们就忽略了、剥夺了年轻的读者他们对圣经的需要，他们也有那个权利，就是要可以清楚的很容易的明白的去阅读圣经的经文。那么在我们修订这个和本的时候呢，我们特别。以一本那个目前就是相当那个流通的那个中文的词典作为我们的根据，这个就是现代汉语词典这是我们在那个修订和本的时候呢，我们以这个现代汉语词典呢作为我们的根据。以里面的那些目前的中文的那些用词，他们所受的词条呢，作为我们那个选择用词的那个标准的。那么这个呢，都是目前呢符合那个规范化的那个中文的那个用法和那个用词的那个表达的习惯的，我们就以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我们那个修订的时候的
那个根据。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要讲到一样，就是我们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我们一个根据呢，是因为我们要以那个目前标准的规范化的中文作为我们的那个修订的那个主要的标准。因为和本翻译的时代是有100年的了，就是大概100多年前开始翻译的。那个时候当和本完成了，在1919年推出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书名，他的名字是叫做官话和合本。原来在那个开始那个翻译和本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那清朝的时候呢，他们有那个官员的那个制度呢，广东人当官呢不会给你在那个广东地区当官的，一定会把你呢送到比方说在上海啊，或者是北方去当官呢。上海人呢也不会给你在当地当官，会把你送到南方来啊。而北方的人呢可能会送到那个南方的四川啊等地。那当官的人呢要到当时全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那个省份去当官呢，那要跟当地的那个平民百姓沟通的时候呢，就需要用那个官话来交谈沟通了。那这个官话主要是指以那个北京啊或者是北方人所说的那个汉语那个中文的口语的那个中文为准的。那么这个当时面试的和本圣经是叫做官话，但是在1919年呢已经不是清朝的时候，而是那个民国初年。所以呢官话和本这个书名呢用了不久以后呢，就把那个官话改成那个国语。因为那个时候呢民国初年呢就以那个当时流通的口语的那个中文，就是白话文呢称为国语了。但是呢到了1939年呢，连那个国语这个名称呢也省去，就只剩下那个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了哈。然后在我们修订和合本的时候呢，究竟我们要针对的要修订要修改的是哪一些的那个文字啊或者是用词呢？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旧的和合本里面呢，我们常常会读到看到这个用词，就是咒诅，咒诅。但是当我们打开那个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咒诅的那个词条，反而我们会有那个诅咒。所以在那个修订本里面呢，我们把那个诅咒呢全部改成那个咒把所有的那个咒诅呢全部改成诅咒。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逼迫。那逼迫呢，我们打开那个现代汉语词典看的时候呢，它的定义是紧紧的催促的意思。那就跟圣经里面用那个逼迫的含义呢差好远了。因为圣经里面呢逼迫的意思是
要指那个迫害啊，或者是压迫的意思的。所以呢，和修本呢基本上就没有那个逼迫的用词，而改用那个迫害或者是压迫。还有就是旧用的时辰，比方那个申初、酉初，今天一般的读者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指当天是几点钟的。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在和合本修订本里面呢，就改说上午几点钟、下午几点钟了。那申初呢，只是下午的三点钟；那酉初呢，指下午的五点钟呢。这个呢，下午三点钟、五点钟，就是在和修本里面的用词的。另外就是，耶稣曾经说到，五个麻雀等于几分钱。还有就是那个寡妇的奉献的提到的那个小钱，那究竟价值有多少呢？和修本就会清楚的交代那个价值有多少啊，解决了在理解上的一个障碍。主要就是在那个和合本修订本里面呢，它后面呢那个附录，增加了一个叫做度量衡单位的对照表，另外就是在那个每一个那个经文那个出现这些度量衡的单位的那个经文的地方呢，基本上都会加了一些注释，帮助读者去了解，也方便他们去那个查询这个后面附录的度量衡的对照表。那在度量衡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对照表里面所提到的单位呢，我可以告诉那个各位观众，在和合本修订本里面呢，我们在修订经文的原则我们的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尽量保留原文的那个度量衡的单位的那个用词。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呢，我们甚至会创新就是有一些创新的词音译的原文的，好像那个新约的希腊文的斯他蒂这个在旧的和本里面所没有的。然后我们会在附录的那个对照表里面呢向读者交代这些单位，就是长度啊、重量啊、容量啊、和货币的单位，它们的等值有多少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类我们叫做倒叙词。记得在100年前呢、那个当时呢在中国的那个语言方面呢书写的文字呢刚刚是从文言转化成为那个白话文。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那个算字词呢的位置呢，就是前后的位置呢可以对调，比较有弹性的。比方那个菜蔬、地图、洋海那个时候呢是这样说，但是现在比较少了。一般我们都是说蔬菜、土地或者是海洋。
那么这些呢，我们在那个和合本修订本呢，当然是采用目前比较普遍看到用到的那个次序的那个双字词。提到双字词呢，不得不要提那个弟兄和兄弟。旧的和合本呢，两个都有用的，没有严格去区分所指的是什么意思的。也就是说，兄弟和弟兄呢，在和合本里面都有用没有严格区分，有的时候呢两者都可以指同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个手足就是哥哥弟弟。有的时候呢两个词都可以用来指那个同胞或者是同道。那么和修本呢就把这个用词不一致的，就是在旧的和合本的经文用词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呢解决了。在那个和合本修订本里面呢，现在呢兄弟一词呢一律只有那个血缘关系的那个手足的哥哥弟弟。那么另外的弟兄一词呢，就一律用来指同胞或者是同道。当然同胞是指在尤其是指那个犹太人呢他们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个词就是弟兄。还有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来指教会里面的同道，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了哈。就是把以前就有的和本的经文不一致的地方，就是特别这个弟兄和兄弟的用词不一致的情况呢，把它改善过来。那么在那个修订和本经文的时候呢圣经公会确实呢花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修订的和本的那个经文呢可以向教会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要付诸教会的，向他们提供一个适合的现代读者阅读的那个圣经，也更切合那个时代的需要啊，符合中文的那个表达习惯和那个用词的那个方式就是让教会呢得以有一个他们可以适用的那个圣经，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使教会呢更加那个蓬勃发展传承信仰，代代薪火相传，而且呢有不断的更新的活力。那这个都是因为有一个适合迎合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用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经文。因为教会的将来都是要看这些年轻人嘛，教会的将来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读者群啊，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还是采用老一辈的，就是100多年前翻译的文字用词呢，也许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个圣经的经文。当然，我们也明白，我们也知道，老信徒他们还是继续需要他们已经阅读了、看的习惯的旧有的经文。但是他们的需要呢，也许过了10年、20年，最多30年到40年呢，以后就不在了。
所以圣经呢需要切合符合语文的变迁，还有就是能够发挥滋养和坚固信徒的信仰的作用的。另外一点我就是要强调，就是和本圣经的修订呢不是圣经公会自己所做的决定去做的，而是曾经花了时间，而且是好几年的时间到各国各个地区的圣经公会跟当地的教会的领袖见面，和他们多番的开会研究讨论商讨，然后才决定需要这个修订和合本的经文的。然后我上一次也提到，就是开展呢是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然后呢新约呢前后花了大概20多年，然后旧约呢就在2007年开始，然后花了大概10年呢，我们就在2010年呢推出那个新旧约全书的和合本修订本了。那么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由来自香港地区啊，还有台湾啊，还有中国内地的那个圣经的学者的，就是两岸三地的那个人员的参与。我们呢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是20到30年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到了海外，邀请在海外的，好像在澳大利亚跟那个菲律宾的一些华侨的圣经学者也有他们的参与的他们都奉献了宝贵的时间我们都需要在圣经经文上呢咬文嚼字精益求精呢花了不少功夫来去修订的。当中最大的那个挑战就是中文已经有地域性的那个差别了，因为香港有香港式的中文，台湾有台湾式的中文，那么中国大陆的广大的内地呢也有他们的表达习惯和用词的方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在台湾呢教训这一个用词呢已经具有负面就是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含义。一般来说呢在台湾呢你用到教训这个词呢通常是指那个黑社会的人来那个寻仇，就是找人把仇家呢狠狠的打一顿，所以有暴力的含义的。那么在修订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的人员呢他们基本上就不愿意不同意呢保留那个在圣经旧有的经文里面呢常看到这个教训这个用词就决定呢改用这个教导教导除了在某一些名句里面呢才还是保留那个教训这个，就是额外例外的保留这个教训这个用词。另外还有就是安宁一词，原来在台湾呢安宁也有比较负面的含义，因为他们有这个安宁病法。我看到这个那个修订稿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特别要避免用那个安宁，因为安宁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好说一个地方呢得享安宁多久多少年。后来我就问台湾的同事们，他们才告诉我说因为他们有安宁病房，
那安宁病房是指那些病人在等死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安宁还是避免不用。但是经过我们多方的那个考虑跟那个和大陆的参与的人员呢商量，那多方的辩论呢结果我们还是保留安宁的用词呢哈。还有就是这个用词呢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可以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地道和道地。台湾呢基本上是用这个道地，但是在香港地区啊或者大陆呢比较倾向用那个地道。那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用词来，那台湾方面他们说假如你们说地道呢也可以指那个地下通道，那么地道就变成一个有歧义的用词啊，模棱两可。那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啊，但是呢在香港就是大陆的人呢还是仍然说我们是倾向用这个地道的。所以呢中文已经有地域性的那个区分，所以我们不希望呢以后我们就是这个中文的修订本的圣经呢有香港式的那个香港版的那个修订本或者是台湾版的，而是单单一个和修本的圣经呢可以给两岸三地的读者阅读采用的。那另外我们还有不同的版本，比方是给香港台湾的那个繁体字的那个直排，还有就是给大陆内地的或者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那个横排的简体字，还有给老人家看的大字版，还有就是精装的金边拉链版，最后就是一些双语并排版。那么今天向各位观众介绍这个和本修订本的圣经呢，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